我在媒体上，在微博上看到很多人说马云是这个被负面的包装起来的，这个别人可能只有一个女人，我有无数个女人。其实这个世界上，只要你得到女人，你至少得了50分。这世界上，不管多伟大的男人，多了不起的男人，都是妇女造，都是你们造出来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女性，我是我们女性，要有一个强大的自信。小时候，女人演戏给男人看，电视上面女演员要多好。现在发现电视剧上面最起劲、最优用努力的是那些男人，他们为了迎合女人们的票房，所以你们称之为小鲜肉。他们不断要努力，所以女人就是票房，女人就是经济。世界的变化，我认为女性在未来的世界将会真正成为主宰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有人经常问，你们公司那么多女性高管，那么多女性同事，她们到底好在哪里？我觉得有些东西大家可以应该没什么大的区别，大家都认同这点，女性比男人更加忠诚，我觉得这应该没问题吧。女性比男性更有持久力和抗击打，她的忍耐性更强。还有一件事情是非常了不起，在一个服务型时代，服务型企业最最重要一点，女性要比男性，他们考虑女性比男性考虑别人为多，男性考虑自己为多，女性考虑别人为多。肩负着父母，肩背着孩子，带着希望，同时自己要证明自己可以运动开来。女性是这世界上平衡做的最好，没有真正的说目的是来拍女性的马屁，我是心灵感谢感恩。没有女性就不可能有阿里巴巴，没有女性淘宝就没有用户。因为今天的事情也这样道理，抓住了女性就抓住了消费。了不起的男人一定是欣赏女人、尊重女人、用好女人的。比如说像我这样子，一点点学会一点。所以，任何一个女性，如果她懂得和男人相处、欣赏、尊重、用好，是非常了不起。刻意的做些事情，反而体现出对女性的不尊重。反对女权主义，我更反对男权主义。男女我们是两个不同星球的人，但是我们必须学会互相配合、互相欣赏、互相一个看外面，一个看内面。不能说外面多了不起，内部不行，也不能说你。所以，这是我的理解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